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。 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阁下奋战的身影，实在令人赞叹。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一同奋战之同袍。 彼此含笑，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，在下赵云，愿凭一柄铁枪，闯荡乱世。面前足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。 原如麒麟一般，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 战死之同袍。